由台湾全球华人艺术创作发表协会所举办的巡回展，在政府文化局邀请下，最近登在南投文化中心举办当中，其中展出的作品有油画、水墨、摄影、雕塑等等，各项多元、各丰富的艺术创作。对此，文化局长杨秀忠除了相当推崇展览就看头以外，是更加强调全球华人艺术创作发表协会努力重塑公益事业的用心。近几年里面，他们都有相关的这些艺文活动的发表跟创作的发表。那他们不但结合了拍卖，也结合相当多的活动里面，然后来增加这样的一些公益性的这样的作为啊，相当他们自己也做了相当多的这样的一个拍卖的发表啊展览，然后把所有的这样的一个拍卖的一个资金呢，做很多的善款跟公益的运用。这个巡回展展出了100多件来自台湾以及中国各地艺术创作者用心所做的艺术品，不但有创意，佮有个性的特色。同款身为知名画家的文化局长杨秀忠，也大力推荐南投乡亲，唔通错过这场丰富的艺术盛宴。我们欢迎我们全县南投艺文乡亲啊，能够在7月1号到7月11号这段时间里面来到我们文化局日月展览室共同来欣赏。台湾全球发展艺术创作发表协会这样的一个非常这个能够不但提升这样的一个艺文风气以外，还有能够兼具这样的公益性的这样的活动来参观他们这样的展览。其中文化局长杨秀忠也强调，因为这个协会的努力，每年台湾爱好艺术的民众才会当为十年的巡回展当中欣赏到来自全国华人的美好艺术创作，相当有意义。而且这个全球华人艺术创作巡回展就展出到7月11号，请南投乡亲会当把握机会前往观赏。记者金凤山采访报道。